走在脚踏车道上面，好不好？OK。好，往里面。在脚踏车道。但他就是脚踏车道。走在脚踏车道上面，很危险的啊。对，头前面。危险吗？哎，咱在这里啊。哎，实在这个，这条紧，后面啊，这样。你要怎样啊？ 无，但明仔载看我。无啦，明仔载看我。嘛是小工啊，嘛是这。无啦，来做。啊，改车啊。是啊，啊对啊。共公司无车，共这间公司啊车，毋是去改啊。啊，就是迄落车来开始有开起，像咱明仔载等电话嘛。明仔载就来。啊，明仔载要去说，啊，有些等下个。对啊，明仔载差不多四点就要出去啊。 伊右边呀吼，右边呀有迄条黑啊，有伊个，应该算啥物步行街啦，还是啥物嘞？哎呀，标会用足大个，啊会用个当设一个。 因迄个，因普通拢东北人吼，拢来迄个北欧啊、澳洲啦，因为天气较会适合。你看好多啊！因东北纬度拢差不多啦，所以来遮拢会适应一下。啊，伊这我等下就是要走这边遮啦。啊，伊遐有迄个有鸡啊，啊遐边啊嘛拢有，迄边啊嘛拢有。 OK， 进组来，进组。你看看，行过一边，行过一边。哦，还行，OK，好。欧阳贵宾，好，先到这里来，好，先到这里。我们的护花园在里边，我们的大门也在里边。就是待会儿11点半哈，所有参观结束完了以后，我们进去参观是10点15分。 那参观完了以后呢，有些贵宾可能会出来早一点，或者是慢一点，或者是跟乔伊一起出来。可走到这出来完了以后呢，会原路返回到大巴停车场。可是有些方向感比较弱的贵宾走到这边就慌了，因为三条路哈，左边。 哎呦嘿，无清啊哈！ 哦。